今天我们第二局，换个人，不要用大喊的大喊的，我看一下小人过。第二个去花，我们刚刚看无敌的悲剧，因为花是我最烂的一个地方。
来哈。我刚才每次要走这边呐、啊，你知道这边，我比较讨厌走这边，为什么要走这边？逛完可以接受，我最不能接受就是，是我那个瓦利欧的工厂，那个我把它归类在跟彩虹跑道一样的白米的那个什么跑道。因为那一关我练很久，我可能我换奇诺比克。好啦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悲剧出现。好，快起来，你们坐时光机回味一下呗。希望不要拍到外面店，刚才他已经跟我讲开门。充气有充气，不要了。Oh no， 是气场。
最后那个照片呢？好了，四局结束了，悲剧了，拜拜。